Hello, Southeast Asia leaders. Welcome back to New Skin Mindset series. For those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celebration with your loved ones. Back in January, we have Dr. Patrick and Margaret Sung in our first Mindset series. They taught us the simple steps of venturing into new ski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is, use the product, share the product and business, learn from experience, and repeat these three simple steps. And so, today, we're honored to have with us another inspiring legacy speakers from New Skin Taiwan, Circle of Excellence 3, 25 years team elite, Robert Wang. Robert started New Skin Business 28 years ago, and i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New Skin Business can provide partners with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two A's, that is, adopt and adapt mindset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is in this ever-changing society. So now, let us bring to you Robert Wang. 各位如新的伙伴，大家好，我是 Robert Wang， 我来自于台湾。 今天是东南亚 New Skin 大喜的日子。如果是以孩子成长来说， 25岁已经是长大成人， 开始进入社会， 能做一番大事业的年龄了。回想 25年前， 我来到了新马， 跟东南亚的伙伴一起开疆辟地。 在25年后的今天， 看到你们的茁壮， 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激动。 伙伴们， 你们太棒了。 我经营如新事业将近28个年头， 现在是25届的总裁级品牌大使。 在从事如新事业之前呢， 我是一个跨国企业的总经理， 打了将近20年的工， 赚到的是朋友经常的一句话， 啊，你又换公司啦， 不然就是全身病痛的身体。 他们不知道， 我不是一个喜欢跳槽的员工， 我换工作是因为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不知道35年后我会在哪里，我的人生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而我在如新事业一做到现在就28年了，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事业，那是我可以过全方位成功唯一的东西，那是真正可以帮到别人，也可以留给孩子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台湾， 我们有很多伙伴加入，都已经30年了，这还真的是越做越兴奋的他们，这就是如新事业最好的见证了。即使这样子，还是很多人没有看懂 New Skin 是怎么样的一个事业。有人说啊，这不就是直销吗？也有人说，卖卖东西赚2块而已。更有人说， 我以前就做过某某直销公司，甚至也有人会说我是不可能去求人家的啦。听到这些人对于如新事业看法，真是内心为他们叫可惜啊。我就这样子，我按照文化、事业、人才与产品4个面向来谈一下什么是如新，什么是 New Skin 事业机会好了。 首先我要谈的是文化面，有句话说啊，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但高手呢，却是看文化哦。有很多企业曾经叱咤一时，规模也非常大，但是经过一阵子后就日益萎缩，甚至销声匿迹了。但却有一些企业，大家尊称他们是百年老店。 他们也是经历过各种景气萧条、社会变迁、经济风暴，但是他们却能够存活下来，员工一辈子在里面上班也不愿意离开，因为这些企业都有很好的企业文化。从1984年罗百里先生创办了如新公司以来，这家公司就是一直发扬他善的力量为使命宗旨。 如新公司的使命宣言，是要在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善的力量，凭借酬报优渥的事业机会，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
在善的力量熏陶下，伙伴们跟着公司脚步，一起同心合力帮助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人们。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伙伴在跟别人谈如新事业或产品的时候，从来不认为我们是在求别人，我们全部都是发自内心善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先帮助别人成功，我们才能够更成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上网络打入这个 New Skin Force for Good New Skin Force for Good 几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如新集团与他的伙伴为这地球为这社会付出多少努力了。接着我们来谈事业面。我常跟伙伴或朋友们谈到说，要评估一个是不是最好的创业机会，就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资金啊，当然有钱是没话讲了，但是一般我们平凡的人呢、你说要拿个几百几千甚至上几个亿来创业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打工，可是不得不打工，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条件可以创业，因为只要想到投资一个生意，这资金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新呢，任何人都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的资金，对，就可以开始我们自己的事业。第二个呢，讲到一家公司要经营一家公司的话，马上想到什么？想到人事、财务、库存、竞争、景气，还有政府政策，还有很多很多不可预期的状况。我们就拿人事来看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当然我们差的员工是不想要了，如果好的员工你一直栽培他栽培他，哪天他变成我们公司的 hero super sales， 但是突然被挖角了，或者是说他自己出去开个公司跟你打对台，因为他学的都是我们的东西，这是不是很大的风险啊？这是一定发生的啊。那么你说财务好了，难道所有的厂商所有的客户真的应收账款都收得到吗？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被跳票财务被拖垮了。库存，你存量多了卖不掉，就是一个很大资金的压机。如果说今天没有库存，库存不够，可是市场上需求量大化，你赚不到钱。所以库存事实上也是在公司营运来讲的话很大的议题，也是很大资金的一个投入。还有包括像景气啊，谁可以预测景气上上下下的政府政策啊，现在很多人投入这个房地产建筑业，问题是政府又怕物价波动，所以打压房地产的结果就造成这些人投资那边可能等了好几年都很难能够翻本，还有很多不能预期的这个状况。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个企业需要很多很多的专业经理人，而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成本啊，我们要请这些专业经理人都是成本。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好了每天我们要投入多少工作时间，要投入多少工作时间。你看那些老板们都比员工早上班，下班的时候他们还留在公司里面开会啦，做计划啦，谈事情啦，所以他们其实工作时间很长，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又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吧，事实上这些都是当老板的无奈。可是呢，这个家庭生活怎么办，他个人兴趣怎么办，没有时间啦，是没有自由。所以从事老板不要以为很光鲜亮丽的外表，事实上呢如果说这个没有赚到钱的话，那这老板才当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想做生意的朋友，我刚才讲说你带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产品卖不掉，而带了一个很好的产品，代理权利金一定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如果你做得非常好的话，有可能总公司会把这个产品收回去他自己来经营。然后呢，如果你又怕说被收回去，所以你又多了
去代理好几样产品，每一样产品都是需要成立金，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代理商哦，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总要同时代理好几样产品，他不会只代理一样，那风险太高了。但是如果代理好几样的话呢，你这个成本资金也是很可怕的，每一年都要缴成立金哦。好，所以说这个产品的代理，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事业是不是孩子们一定愿意来接呢？他们学的，他们的兴趣是不是跟你生意是一样的呢？因为这是需要他全心全意全时的投入，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接父母亲留下来的事业。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努力不是不能够累积吗？不能够继承吗？那还有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我只听说当老板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结交朋友，去跟朋友多接触，所以事实上呢，朋友很难能够长久的跟他维持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你说跟客户、跟厂商、跟同行，那要交朋友的机会，其实在商言商大家都知道并不容易了那不像如新，我们因为我们的伙伴们他们的朋友们，他们的朋友的朋友们，结果我们朋友是越来越多，我们交友越来越广阔。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跟你做什么生意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是结交人际关系，所以跟一般做老板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就其实很吸引人，在如新事业方面好，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很多朋友说做如新了，可是我觉得我资源不够啊，比如说这个我也不认识谁或者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等等。可是没想过说你做生意的时候呢，做生意是靠关系的耶。你不管在跟政府机关、跟任何机构谈生意，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靠关系，而且呢，银行也不会雨中送伞，但是雨中收伞嘛，不是送伞然后如果不够专业的话呢，我还得求助于专业的这些经理人们拿钱请他们，所以其实说真的，做生意他所需要的这些关系资源，反而比今天我们来经营如新来的要更多。反而经营如新，我们有很多上级老师、公司所提供的种种资讯，所以我想这个如果两个评比的话，我绝对不会去选择创业的，这个做开公司上创业的，然后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了因为 competitor 不可能来帮助你，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今天来经营如新的话呢，我们上级部门、我们的伙伴同心协力，对，还有公司不断给你表彰，提供很多的抓手，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真的是非常轻松就可以来开始我们经营如新这条路，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条件。所以如果说要比较，要到底要去拿一笔钱一大笔钱去创业好呢，还是透过一个有效的组织运作来开始运作我的如新事业，其实答案很简单，没有理由不做如新。 Why not？ 对，我会跟你来讲说 Why not？ 对，每一次我跟朋友一起评估的结果，他们真的都没话讲真的我们运气实在太棒了要不是罗伯里先生这样有爱心又有远见的企业家，我们这辈子怎么可能遇见这么美好的机会呢？我之前在雄厚也比不过大财团呐，对不对？我运气再好，也好不过景气的变化。我能力再强，也是一天才24小时啊，没办法倍增啊。我能做多少事情？有限呐，对不对？所以这28年来一路经营如新，我永远心存感恩，老天给了我这么一个可以以小博大的一个机会让我还可以有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一切的美好都是 New Skin 给的。所以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不要先忙着说 No No No， 我不要我不要
啊，要先看别人是怎么面对这样的机会的，为什么还是有人认同呢？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啊，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有很多上班的高干还在怀念着打工的时候，有漂亮的办公室，有秘书帮你准备茶水咖啡，有开会时候当主管的优越感，上下班开着公司配发的轿车，出差时候呢坐着商务舱五星级酒店，也能是有钱大老板出巡了啊。但是当过高干的我心里很清楚，那些物质上的东西是公司的，随时可以拿回去的，没什么值得炫耀恋战的。我开始经营如新的时候呢，公司的进口车没有了，就拿回去了啊，因为我已经离职了。那我买了一部台湾造的福特 2.0 的跑车啊，那么陪我跑了10万公里，花了1年8个月时间，我上蓝钻。这时候我换了 Lexus 啊，然后最后我换了最夯的特斯拉，两部车子啊。我如果持续在打工，不可能随我的意愿呢买我的爱车。哦，对了。我应该已经被老板要求退休了，因为已经几岁了，也应该是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有车可以开了，啊，好棒啊！在如新事业，我自己就是老板，我习惯做到什么时候，我高兴做到什么时候，我自己是时间的主人，我不必担心提早退休，也不用担心退休时候每天坐在家里发呆。除了文化面、事业面以外，我们更拥有了杰出的人才啊！人才在进如新事业，很多人都以为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工作机会了才做直销。我却很坚持，如新不是失败者的避风港，而是想创业者的最佳机会。社会上各行各业有许多社会精英，他们为老板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为的就是那一份不高不低，就是我们叫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哦！他们只是因为没有资金了，没有机会了，只好一辈子为人作嫁。如今呢 ，New Skin 提供了6%到5%非常吸引人的组织发展奖金，让经营者做越大，越可以享受被动式收入。享受真正全方位的成功。大家都知道被动式收入吧，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工作不见得是低阶初阶哦，比如说像医生，你有看诊才有收入吧，对不对？今天是上班的，你有上班才有收入吧，没上班当然老板不会给薪水。或者说是当老板的，对，今天因为台风，因为地震我们今天不营业，难道就有收入吗？就有业绩吗？所以有很多的事业是必须要人去做才会有收入。可是呢，你如果有钱放在银行，不管你做什么，它利息是不是照付给我们？你今天有房子很多栋，每一栋收个多少钱，然后什么每个月只要当收租公、收租婆啊，那这是不是就有很多的被动式收入？不是主动你要做什么才有收入。那你不要说这个是偷懒，没有，我们只是有了更多时间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好棒哦，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哈，这个我们因为有被动式收入才能够享受真正全方位的成功。我可以陪家人啦，我可以去旅行啦，我可以去做一些我嗜好的东西呀，难怪 New Skin 事业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优秀人才，这跟一般直销事业卖卖东西是绝对不会一样的。最后我来谈第四个面向，就是如新优异你看得见的如新产品。一个成功的事业绝对不是因为它的奖金制度好就吸引很多的经销商来经营，如果没有持续开发好产品的能力，就像一个年轻貌美的网红，有一天还是会下台鞠躬的。如新自1984年创立以来，就提供给人们最有效、最不伤害肌肤的清洁保养用品，让大家来使用。所以说，
我们才会用推荐的朋友方式省掉中间商的剥削，不花钱在不必要的商业广告，不讲求华丽不实的包装，也因为产品荟萃优质，纯然无瑕，马上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同。但是如新公司不以这样的成就为满足哦，他更并购了华茂生技，让健康护肤从里到外都能够照顾到。到了21世纪的时候，他更与中美各大学知名学府合作，延揽了全球70多位全职科学家，不断研发出更棒产品。那像 H-Lock 系列产品，如新公司更并购了 Life 进公司，从此让如新产品走到了基因表现领域的研究跟开发。所以这些都是如新口碑非常好 的一系列的产品的发表。那么这个近几年来呢，如新又迈入了美容仪器的研发，短短两三年已经是全球保养仪器的领导品牌，稳居世界第一。像 LumiSpa 好了， LumiSpa 像洗脸机，可是它比洗脸机功能更多更棒的，每年都获奖，市场上没有一个品牌可以跟它比。每次讲到如新精彩的产品，总是欲罢不能，因为有太多的见证，让我们的伙伴或客户只要一见面就兴奋的聊个不停。我相信今天来到这大会的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你们也都下定了目标。然而，想完成目标，就必须要先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一般的人因为没有对的媒介，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平静而绝望的生活中。在如新，只要先从小事做起，比如说一次成功的产品分享，一次成功的邀约，第一次开口说 PP， 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已经让自己朝成功的道路迈进了。所有如新事业的成功者都是这样子踏出去他们的第一步的。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只会越努力越不幸。失败者往往相信他们自己不可能会成功，连尝试都不愿意尝试，真的好可惜。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很常听到一些开会见面的厂商啊、财务长啊、其他公司的老总啊，他们总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说 Robert 你怎么去做那个，他连那个直销都不愿意讲讲那个。我笑笑说我这一生呢，总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上班已经忙到找不到真正的我了。那时候他们都不认为我会做多久，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做到蓝钻了，他们每个人都怎么说呢，哎呀，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所以真的如果要别人相信的话，自己先做给他看。我跟大家说要说服反对者的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做给你看。我常告诉伙伴说，不要等着别人做，我们要做给他看，别人会因为我们的改变才相信我们是当真的，是不是？各位新朋友，看到 New Skin 有这么多成功的创业家，你也不必要说只有羡慕我，羡慕是别人有机会我们却没有。如新这个创业平台非常的公平，在如新事业的成功者不需要特别的学经历背景，我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功领导者，有的学历很普通，有的年纪非常轻，也有年纪七八十岁像我这样子的，也有刚从学校毕业的，没有半点工作经验，这种人很多。只要立刻跟上这艘大船，让我们一起同舟共济相互扶持，一起逐梦踏实，快快乐乐开始我们自己的事业，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人生，大家说对不对？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我如新的事业，在如新事业的老师就是世界创业名人王康明、陈明珠、康丽。
借由他们过去正确丰富的执教经验，我们才有今日的成绩。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希望我们的内容哪怕只有一条对你有帮助，那就值得了。很快的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听到您在卢西事业更棒的成功分享。我是 Robert Wang， 来自于台湾，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so much, Robert, for your motivating sharing sessions. Like what Robert says, New Skin is a business that features good quality products, excellent philosophy, rewarding compensation plan, global business domain, high quality business owners, and total self-management. How great is that? Before we go, I'd like to end off today's session with an inspiring statement by Robert, and I personally like it a lot. That is, people who wish to be successful will never remain where they are. Stay tuned to our next Mindset series in May, and we're going to bring to you a successful life transformation story from New Skin North Asia. So, remember to keep a lookout on our next announcement in New Skin Southeast Asia Facebook page. And have a great weekend ahead. Bye!